干杯！阿飞，你藏哪儿了？没有，没事。阿飞，给大家砍一刀试试。不砍，过来。好啊，怎么就答应了？想死，别往我头上飘。阿飞，你这次来真是及时啊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说呢？方大行啊，听到了。衣服听不懂。你的人很奇怪吗？是是是，青儿姑娘。小红书。